虽然是消化室，但是二到四名其实它竞争还蛮激烈的，那多少会影响到下半季，万一是同一次队拿冠军的话，我们看这个球，打得还蛮扎实的。这个球外手已经停下来了，吼吼拜，see 拜。you later。郑达宏在满球数的情况之下敲出了右外野方向，solo home run。哇，林天呐，应该想都没想到啊，今天在面对第一个打者手打席，就敲出了首局手打席的全垒打。郑达宏在里面敲出啊，今天球季啊，这是个人的第一支全垒打哦。这次全垒打哈，主要就是良好站位控球在高的位置哦，会打全垒打，所以啊，这种天气对投手比较不利哦，控球往往容易失投，失投的话，打者就有机会表现出来。是连田在压制左打者啊，还是是有机会被打长打哈？这个球没点好，因为场地比较湿滑，点的时候球直接定杆哦，就在捕手的前面。空中偏高了，达宏这个球也打得很好，会不会因为这支全垒打使得他走出阴霾？进球机。